来吧，赶快服用吧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。天下大吉。此人便是张角，可不能继续放任他为所欲为了。将功补过，以报救命之恩。一口气消灭他。孙坚可不能落于人后。此次讨伐的头等功劳都让你给捷足先登了。你是何人？如此可疑！这是何等不祥之气！真没想到，一看见此等邪气竟毫无惧色，
身为一切义勇兵，未免屈才。我等孙氏一族，骁勇善战，堪比猛虎。凭我孙氏之尖牙利爪，他日定可成就一番大业。然则那邪恶之气，将来必成大患。且看旗鼓相当之你我二人，何者将率先撕碎这笼罩世间的黑暗？必须将此事通报曹都尉，孙坚先行一步。莫非气的紊乱是那个人造成的？必须尽快告知师父，你要一起来吗？闪耀天际之繁星，昭示世人之命运。为祸世间的黄金一党首谋张角，已与其将心一同陨落。可战乱仍未见终结，灾厄与死亡蔓延于大地。战乱之元凶，是唯利是图的宦官宁臣。为铲除元凶，各路英雄再度奋起。红晶，你回来了，师父很担心你啊。有客人吗？真是少见。大概是这样。抱歉，我有急事。师父，师父，山上出现了妖魔，师父前去调查了。谢谢，我好担心师父，但如若要上山，需做好充分准备。